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广场，然后这个广场呢非常非常漂亮，然后我的朋友，然后整个广场都看出来很大，然后刚刚还遇到一对法国的人，那我们现在要跨越桥，然后到另外一端去，希望会有不一样的风景。好，先暂时这样咯，好，拜拜。